自公元1662年到1722年，君临天下长达61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在位时间这样长。他和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同是当时世界上的著名君主。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公元1654年，玄烨诞生在紫禁城内的景仁宫。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是孝康章皇后。顺治帝病逝后，年仅8岁的玄烨继承了皇位。在顺治帝的众多儿子中，为什么会选择玄烨继承皇位呢？顺治是因为天花而去世呢，那么谁来做继这个顺治的皇位？当时朝廷当中有争议，但是最后啊，在康仁旺的在康仁旺一个外国人呢，叫康仁旺的劝说之下，由孝庄皇太后最后做了定夺，选择了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为什么选他？就是因为当时清朝奉行一个制度，就是剩下来的这个小孩啊，都要送到国外去抚养。那么在这抚养的小孩当中呢，这个玄烨啊已经出过天花了，出过天花就具有免疫力。这个在当时呢，小孩他就占了这点优势，所以最后就选择了他了。这些就是个机遇。8岁的康熙继位后，按照清顺治帝的遗诏，由4位辅政大臣代理国政。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太后深明大义，有政治头脑，她全力扶持康熙，祖孙感情极深。康熙一生的重大政治活动是从清除辅政大臣鳌拜开始的。鳌拜大权独揽，结党营私，强行推行换地圈地政策，阻碍发展沿海的农业工商业，甚至妄图篡权，阴谋杀害康熙帝。当时年方16的康熙帝不动声色，暗中训练了一批少年布库，也就是摔跤手，巧妙地在皇宫逮捕了骄横跋扈、履历过人的鳌拜，宣布了他的30条罪状。这幅画是后人画的，少年皇帝反对守旧、治擒鳌拜的事迹广为流传。在清朝，抓鳌拜是每年正月15元宵佳节的传统剧目。康熙14岁亲政，开始独自处理政务。乾清宫是他日常办理政务的场所和寝宫。每天清晨，康熙帝都会差人把他的御案搬到乾清宫的门口办公。他在这里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当面裁决，最后与内阁大学士共商重要政务。乾清宫门口成为康熙帝听政的主要场所之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康熙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御门听政还有一段历史渊源，那要追溯到明成祖朱棣建成紫禁城不久之后的一场火灾。事隔4个月，大概一次是雷火，把整个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就烧了。这一次是很惨的，这是。
朱棣临新殿仅仅百日有余，三大殿就被烧毁。朱棣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到底为什么受到警告呢？有人说，朱棣思来想去，认为问题出在郑和下西洋的事情上，于是朱棣召回了正在下西洋的郑和。至于到底是不是朱棣迁怒于郑和，使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中途返回，目前还在争议之中。但是就大火之后的影响，有一点专家们倒是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朱棣开始御门听政。朱棣平日听政的奉天殿，也就是清朝改名的太和殿，在这次大火中也烧毁了。朱棣认为这是上天在惩罚自己，朱棣怕违背天意，不敢再建，全以奉天门为听政之所。这就是明清两代皇帝御门听政的起因。那么太和殿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呢？第二次呢是明朝嘉靖年间，这次是比上次更厉害。除了这个三大殿之外，就属三殿两楼，就是文楼、武楼和这个十五门，包括午门在内和阙冢去，整个几乎啊，外朝啊，除了这个文华殿、武英殿都少了，所以这次是特别严重。第三次呢，是万历年间，万历年间这次这个火灾主要是归基门起火，引起的，也是三大殿整个烧着了。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1604年，乾清宫和坤宁宫才得以修复，可紫禁城里最主要的前朝三大殿却还是迟迟不能动工，一直拖至康熙年间。有人说，不能动工的原因是木材缺乏，不能施工。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堂堂皇家工程怎么会缺乏木材呢？据说那时建造紫禁城用的是金丝楠木，金丝楠木产量极低，四五百年才成材，成材后的可用之料也仅仅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在明代皇家建筑中运用的多一些，但到清代以后可运用的就不多了。金丝楠木产于我国湖南、云南等地，材色呈黄褐色，略带浅绿，有香气，材质细密，纹理常倾斜或交错，花纹美丽，经久不腐。之所以称之为金丝楠木，是因为它顺着纹理的方向有着排列有序的金丝。正是因为金丝楠木如此奇缺，导致太和殿被烧毁之后一直拖至康熙三十八年才又动工。据说康熙年间的这次动工还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通惠河工部郎陆旦元在天津至海岸沿途的芦苇中发现金丝楠木1000余根，解决了木材问题。这些金丝楠木为什么会在芦苇中，目前还不得而知。我们今天呢看到的这个整个故宫的宫殿大部分呢是清朝的，比如说太和殿吧，它是康熙38年建成的，就不是明朝的样子。还有一些少数宫殿了，比如说清安殿、长春宫、储秀宫，这一部分呢是明朝初年建的。在明朝导致紫禁城里主要建筑被烧毁的三次大火，主要都是因为雷火，雷火就是雷电引起的火灾。而在清朝，宫殿几乎没有发生这样的大火。这三次火灾啊，对于这个清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吸取了明朝的教训。他在比如说康熙年间建造这个三大殿的时候，建特别是太和殿的时候，
他把这个原来是廊子，他把廊子变成墙了，这样就隔火了，这是一个意思。再有呢，他作为廊，他用这个隔火墙把它隔开。再一呢，他把整个这个建立了防火机构疾控处，而且是防火设施也比较，因此清朝的着火相对说比明朝就少一些。康熙年间终于将太和殿再次建造起来，但他依然坚持在乾清宫的门口听政。当时的一些国家大事，例如平定三藩的决策，就是康熙在玉门听政时决定的。康熙20岁那年，果断地下令撤藩。在历时8年的平乱战争中，年轻的玄烨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利用政治分化和军事压力，迫使尚之信、耿精忠二藩脱离吴三桂，从而使清军得以集中力量与吴三桂主力相持于湖南，最终三藩之乱平定，西南各省统一。清军两次反击沙俄侵略中国的雅克萨之战的决策，也是康熙皇帝在玉门听政时做出的。雅克萨之战，清军取得了胜利。1689年9月，35岁的康熙帝派人和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这是为什么呢？在尼布楚条签订之前，中国的东部是没有边界的，因为在这条之前的话呢，在松花在不在黑龙江流域到乌苏里江流域，一直到库页岛这个广阔的地区，居住着是呢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他们定期向中央朝贡，保持和中朝的中央的这个隶属关系。那时候呢，没有国家出现，所以没有边界可言。到这个沙皇俄国崛起以后，向东扩，越过乌拉尔山，到了黑龙江流域后呢，这就进入中国的净土，这是对中国的侵略，因而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沙俄的抗击斗争，两次发起了雅克萨反击战，取得了胜利，迫使沙皇俄国呢同中国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个因为当时考虑到呢，清朝康熙啊，考虑到呢，这个和边界要需要也愿意建立一个这订立条约。同时，当时主要一个重大一个事件呢，西北呢战云密布，噶尔丹呢发起叛乱，说急忙要把这个条约签订下来，所以这个清朝表示让步，是在康熙28年1689年呢正式签订协议。从此这条边界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和平的边界，保持了150多年的哈安宁。康熙皇帝是一位马上皇帝，自幼习武，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骑射生活，这是他用过的头盔马鞍。统一漠北是康熙这位马上皇帝唯一亲征的战役。从1690年至1697年，康熙帝三次率兵出塞亲征，在无边无际的沙漠和草原驰骋数千里。满蒙汉回各族民工日夜赶运军需物资，清军奋力作战。今天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的乌兰布通是昔日的古战场，这里距离北京城700公里。就在这里，噶尔丹叛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康熙从漠北凯旋归来时，就是穿的这件德胜袍。康熙帝曾经在征服漠北的路途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四月天山路，今朝汉海行，击杀刘决赛，落日渡连营，战法因生醉，持驱未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是亲征。”康熙皇帝为什么要亲征漠北呢？事实上，从康熙开始到后来的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用了70年的时间都在征战漠北，这又是为什么呢？康熙皇帝亲征漠北，主要是解决当时的中鄂部各战问题。因为中鄂部的各战是当时和中央王朝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威胁着北方地区的安定，而且就是蒙藏地区，就是蒙古和西藏地区都是属于黄教，那么这个如果不解决这个中鄂，我们蒙古这个西藏地区也不太安定，所以康熙亲征这个漠北，就是要稳定西北和北部的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八旗军是清王朝得以取天下的支柱，康熙皇帝常常亲临教场阅兵设计。从这幅紫禁城中保存完好的木兰秋显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木兰围猎的情形。康熙在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围场县设置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康熙帝率领宗室亲王、内阁六部、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及八旗士兵浩浩荡荡来到这里，飞马弯弓，射猎习武。木兰围场是满语汉语的混称，木兰是满语少鹿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他们是怎么进行围猎的呢？少鹿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禽兽的分布划分为72围，每次狩猎开始先由管围大臣率领骑兵按预先选定的范围合围靠拢，形成一个包围圈，并逐渐缩小。头戴鹿角面具的清兵隐藏在圈内密林深处，吹起木质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闻声寻偶而来，雄鹿为夺偶而至，其他野兽则为食鹿而聚拢。等包围圈缩得不能再小了，野兽密集起来时，大臣就奏请皇上守射，皇子皇孙随射，然后其他王公贵族齐射，最后是大规模的围射。一次秋显活动要持续3-4个月，而木兰围场距离北京近400公里，来回路途要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为了方便处理政务，康熙帝亲自勘探选择，在燕山丛中五列河畔的热河承德修建了一座行宫避暑山庄。当时的承德是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山庄在北京与木兰围场之间，距北京250公里。每年康熙都要来往于紫禁城和避暑山庄之间。康熙在避暑山庄多次宴赏次赖、蒙古、西藏等民族的首领人物，以加强中央集权，保卫北部边防，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处理政务之余，避暑消夏，或读书练字，或钓鱼听戏，或在后妃的簇拥下漫游庭院。
康熙还将自己在京都培育多年的优良稻种移植在山庄。避暑山庄是康熙决策修建的，他当初修建这个避暑山庄的本意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是避暑，皇帝呢就北京当时很热，就像那避暑清凉，那正是那和内蒙交界的地方。更重要原因的话呢，是为了联络蒙古而设，因为蒙古啊每年都是春夏之后呢，夏天到北京来朝贡，他最怕的是伏豆，就生天花，这当时这种病是不治之症，如同现在的癌症。说蒙古贵族很害怕，怕到北京得病，所以就不愿意到北京来朝贡。后来那个康熙呢，选择那个就是现在承德那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就处在群山环抱之中，很清凉，就在这里修个离宫，就是每年的话呢，到春天春夏之交时呢，他来避暑，来接见蒙古王公。从康熙开始，然后历史一到历朝皇帝都到这来待这样半年左右时间，来建立办公，成为清朝的第二个都城，也成了一个民族聚会的一个大聚会的场所。这是清宫廷画家金坤等人绘制的冰溪图，从这幅图中可以了解到滑冰在清朝很兴盛。滑冰是清朝八旗兵的军事训练项目，也是娱乐竞技活动。每年冬天，上千名滑冰能手在太液池，也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接受皇帝、后妃和大臣们的检阅和观赏。清初画圣王辉在60岁时被康熙召幸绘制《南巡图》，这卷当时绘制的卷帙浩繁、场面宏大的《康熙南巡图》，记录了35岁的康熙在1689年第二次南巡时的场景。康熙帝在位期间6次下江南，历时23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康熙皇帝6次向江南巡视啊，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有重要作用的。因为清朝啊，是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日主中原，然后取得了这中原地区统治权。江南是历来是中国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所以对清朝如果入主中原，江南的势力抱着强烈的一种民族反抗情绪。所以为了缓和江南士子这些士子就是知识分子啊这种反抗情绪，那他这是主要的巡视的原因。其他比如治河啦，因为康熙非常治黄河啦。从唐朝以后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化呢由北方呢转向南方，所以到明代的时候呢，南方的经济非常发达，成为呢北方经济所依赖的这么一个粮仓。所以每年从明朝开始嘛，每年从南方运漕粮400万担供应京师。到那个清朝以后的话呢，这个还是需要每年要400万担粮食，说这样的话呢，这个经济呢有对立在南方。所以南巡的话呢，固然是体察民情，重要的话呢对南方的经济的话呢过于重视，要保持南方的稳定，促进南方的经济发展。当时有那个书画嘛，有一句会民谣叫苏湖熟天下足，就苏州湖州丰收了，天下就有饭吃了。所以一个苏湖呢可以供全国，所以显见南方的经济发达呢是超过了北方。康熙6次南巡中有4次都曾住在曹氏织造府，这里的曹氏指的是谁呢？说的就是曹雪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他们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曹雪芹的曾祖母做过儿时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伴读，可见曹家与皇室有着特殊的关系。绍兴府是康熙帝这次南巡的最后一站，
康熙帝不骑马不坐轿，他在扈从诸臣的簇拥下向大禹陵走去。像康熙帝这样徒步拜谒大禹陵的皇帝并不多见。是一个非常注重修养的人，比如说很讲呢，打个比，酷暑严寒，就是天再冷呢，或者天再热，他出门甚至在家人面前从不免冠，从不免冠就是不脱帽子，对，行为举止非常有规范。他每年到这个天坛去祭祖，一般都到这个天坛门口啊，自己下轿，然后到这个去祭祖。到70岁以后，不是有身体不太好，就是有病了，病人扶着他也是在门口下车，就是说对这个方面，他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康熙帝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宽仁有为的皇帝，然而这位宽仁的皇帝在处理家事上却留下了一些不妥之事。康熙皇帝啊，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这个做了很多大的事情，但是呢，他在家庭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些事情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啊，他也是有时比较传人出来的比较软弱。比如第一个最大的也还实际也不是家庭问题，就是皇位的传承问题，谁来做接班人，两次废皇太子，最后这个皇位没有这个明确态度，所以留下了这个雍正皇帝当了皇帝以后留下了一大堆的是非问题。第二个就是孝庄皇太后的下葬问题，那康熙对他祖母孝庄皇太后感情是非常深的，因为孝庄皇太后对秦楚两代的皇帝这个顺治和康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祖母在康熙27年就去世了，但是康熙一直没有把他的祖母的下葬，因为他当时啊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祖母既不愿回东北，他觉得回东北和皇太极撞在一块儿，这个说是皇太极已经入土为安了，就不愿动他。另外呢，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愿意离开这个你们父子，就是指这个顺治和康熙，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所以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康熙也知道他的最大的难处，就他知道他祖母和多尔衮的关系，所以鉴于这个难处，他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一直没下葬，一直等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即位，在雍正4年才正式把他祖母下葬。虽然康熙的这些所谓家事处理得并不好，但他的确是一位有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国家统一，疆域辽阔。他主持绘制了全国大地图《黄舆全览图》，在全国实地测绘地图，并且有经线、纬线，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水平位居当时世界之冠。康熙帝自称朕费30余年心力，使得告成。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终身广泛涉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等学科。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许多官员视西洋科学为异端，而康熙帝却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演算习题。这是他读书用的一张炕桌，桌面银板上刻画有开平方、立方、球圆半径、球半径的比例尺及十几个数理表。这是康熙专用的小件仪器计算工具。
手摇计算机能做加减乘除法。西方科学技术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呢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当它穿越中国呢，是通过传教士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境内，这个然后呢进宫廷，他们本身并不是都是一个专家，但他们掌握了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技术、这些知识，所以在传教过程当中呢，把这知识呢传不开来。但他进入宫廷之后呢，是康熙那样一个好学的皇帝，所以他几何、代数、物理、地理学、测量学呢，他都喜欢，他都认真学习，说都学得很精通。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当中呢，还是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是儒家的学说、经学、理学占统治地位，说根本不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所以，因为中国的东西呢比外国的好，所以不接受它，因为它是个异端，又是这个雕虫小技，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学的意思。这问题就在康熙皇帝自己学会之后，他没有把这个学术呢，把这个科学技术呢推广到社会上去，也没有把它变为呢生产力。当然了，他也通过科学技术呢测量过中国地测量过地理疆域，但是仅仅小一小部分居然都没有用。康熙皇帝虽然没有能够将更多的科学技术用于实践，但是康熙帝不仅勤于政事，而且好学敏求，多才多艺，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紫禁城内的许多宫廷史迹和大量珍贵文物，使我们能或多或少地了解300年前的这位君主。康熙帝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素养。这是他用含金的墨书写的《道经》。中外闻名的《康熙字典》《配文韵府》，是在康熙授意下编修的学习古代文化历史的重要工具书。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等书，指令凡文武百官皆需读书与古今得失加以研究。康熙组织大批人力编辑出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有10000卷，最后完成于雍正时期。他还常向臣下讲解音乐和声律，这是他诏令撰写的音乐论著《律律正义》。他指令编辑了《全唐诗》，共收集了唐五代诗近50000首。《御制鸡侠格物篇》是康熙自己撰写的一部研究自然科学的著作，这是其中的一篇《地震》。康熙时期，明哲辈出，汲汲扬扬。康熙在中国历史做最文化的做出及时的贡献，他这个贡献是多方面的。说到底的话，从他本身来说，康熙非常好学。他说朕从5岁开始学习，以后乐此不疲。所以他凡是出行，他走到哪呢就把图书带到哪。所以他一个本身好学，他提倡读书，他自己读书，说造成的上下哈一个读书的一个气氛。这是对话，这大家往往对这方不够注意，往往看到是编书了，那固然是贡献。但这方面呢，他提倡读书，带头读书，造成全国哈一个读书的范围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再后呢，重视人才，每年开科取士，他都亲自进行撤问，亲自考试面试，也要在钦点哈哪些人才来用使用他，提拔他。最后呢，在他的这个倡导之下呢，
培养了很多理学名臣，像这个李光地啊，这个于成龙啊，还有这个张百行啊，这都一代，他们既是你政治家，又是学术专家，又是理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所以这个在这个康熙床的人才济济，是这个贡献应该比那个编辑部书更重要。康熙皇帝在位期间，百姓生活安定，国库充裕，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亿5000万亩增加到8亿亩，他和后来的乾隆皇帝一道，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640年开始的，这个清军呢是1644年入关的，到了康乾时期啊，我们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制造业和这个农业，已经在世界上发展形成东方的另一个经济中心，那么西方这时候社会主要是这个通过工业革命，主要是这个煤炭、机械制造业，它形成了另一个大企业的中心，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了它的统治的基础，中国呢，这个封建制在这个时期啊，尽管是一个封建制度整体来说是走下坡路了，但是抗乾时期啊，在中国这种封建制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我们说它叫夕阳下的辉煌。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乱而治，而巩固而发展。他评论自己说，数十年来丹心竭力，有如一日，其劳苦二字所能概括也。今非重檐的九间大殿乾清宫，康熙和他之前的皇帝生前就在这里居住，死后也在这里停灵。那康熙之后的皇帝将寝宫搬到了何处呢？又为什么要搬呢？王朝的历史已经作为文物被保存在这近9000间宫室内，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纪录片《紫禁城》第4集《帝后生活》。